人生的道路上充满坎坷，要勇于迈出第一步。道理我都懂，可你考虑过我的小短腿吗？很简单的，只要迈开双腿。不了不了，这里太危险，我们还是离开吧。遇到困难，咱们要迎难而上。好吧，我试试看，你可得拉我一把。一二三，使劲！老实交代，你最近胖了多少斤？我都拉不动你了。哎，女孩的体重是不能乱说的啦。These girls, we can't have anything nice, can we? Not taking it in the house. 必须带进去。哎，怎么进不去了？一定是水太多了，让我倒点出去。God no！ 拿铁，我来帮你。方才相信我，我能行。我说是水太多了吧？你看这不就进来了吗？当宠物们遇上自动机器时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救命啊！不要打我！这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快出来！有种的你给我出来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个宝箱里面又出吃的了，快把好吃的交出来！快快快快快！本庙等不及了。哦，好好吃啊，太棒了，有了这个东西一辈子不愁吃的了。